覺得美是一個很個人的東西，你自己看下去那樣東西，你覺得很舒服，你覺得很漂亮，它可以令到你有幻想的空間，想到多一些，延伸到另外一樣東西，而很正面很 positive 的，那我覺得這樣東西就是美了。拍照來說，那可能我那一刻拍那幅照片是記錄下我那個 moment 見到的東西，但是我見到那時候我將它拍下來的那個環境和那個氣氛，可能跟你去拍那個又不一樣。我之前都說過我會聽歌去拍照，那也可能會被這歌影響了，所以有很多東西加起來，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個人的感覺來的。我小時候開始覺得漂亮的東西是很靚的畫面，比如一塊鏡、一塊玻璃，它上面都會有些手指毛啊，或者水蒸氣啊，或者污糟了，當我抹乾淨了的時候，閃靈靈啊，反光見不到所有指毛啊，那些東西那一刻我覺得很漂亮。譬如一個生鏽的鐵，你用心機將它打磨，咁你整翻佢可以好似原本咁，都仍然可以去翻嗰個質地嘅。人都係一個質地嚟嘅。我係中意紙多過電腦或者而家嘅 tablet 啊咁樣。我自己本身就係中意拿住一個實物喺手嘅，例如相都係嘅。我都係中意曬咗出嚟，跟住揸住睇啦。劇本我又係中意。逐頁逐頁看，有些東西你是真的除了在紙上你是做不到的。